那之后富邦产险公司他发现到有状况，不太对。林志勇身为市民代表会主席，不失为民表率，竟利用职务上机会图谋私利，损害国家公务员廉洁端正形象，破坏保险制度的公义，犯后又意图卸责误导案情，藐视司法心态明确，犯后态度不佳，跟法院求处有期徒刑7年，并宣告褫夺公权7年。他因为自己不小心发生自撞，但是因为他这个奥迪自小客车他投保的保险，他就于自撞部分他是不理赔的，可是林志勇他代表会主席的配车，他那台公务车，他所投保的那个泰安乘务保险，他对于自撞这个对于那个保险的部分是有产险的理赔，所以林志勇为了那个诈请那个保险金理赔，就是维修费大概140万1770元，那他们的手法就是在当天的晚上，那先由林志勇开他的那个奥迪小客车，再由陈志伟开另外一台公务车，就是林主席的那个配车，那等到现场的时候，那林志勇他先把他的奥迪自小客车他先调好一个角度，他在指使陈志伟开那个公务车从后面撞上来，那但是因为陈志伟他本身他因为驾照已经被吊销，所以在现场就由邓思翰谎称说他是那个公务车的那个驾驶人，那因为超车不慎那撞击到奥迪自小客车，报警之后呢，那警察给他们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联单之后，就向保险公司来申请理赔，那之后富邦产险公司发现到有状况不太对。